The day is breaking softly and the night is glowing. 单程五公里。I feel a million eyes, but I can just see you. No rain, no thunder. It's just your light, your voice, the heaven of our kiss.你知道司马库斯其实是一个原住民部落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哪一族？泰雅族。对，而且这边名字的由来，司马库斯你不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吗？他取名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泰雅族他们早期有一个祖先，然后他是他们的首领，叫做马库斯。然后带着整个族人呢落脚到我们尖石乡的后山。那虽然这边很就是位处深山，其实是地势上面非常的险峻，但是他们为了纪念他，让他们有一个落脚之处，所以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司马库斯。哦，厉害哦，我可是有做功课的呢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哈哈，不做好功课我可不敢来呢。司马库斯位于新竹县尖石乡，虽然路途遥远，但是设备齐全，有提供住宿，还有餐厅可以使用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山景，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呢。司马库斯的巨木群步道来回路程十公里，大约需要4到5个小时，备足体力，出发前进，探访雄伟壮阔的千年神木吧 ，Go Go！哇，好美哦！哎 ，Cindy，你有去过日本蓝山吗？当然有啊，这边长得超级像，而且它的竹林高耸入天，跟我在日本蓝山看到的一模一样哎。我觉得现在就不用去日本蓝山啦，在台湾就可以看到了。对，我们只要来司马库斯就看得到哦。对，分多进多吸一口，不要浪费。我这个都市的小孩，吸到饱。整片竹林哎，绵延不绝，一直往前。真的，哇塞，根本就不用到日本蓝山，司马库斯就有高耸入天的竹林美景哦。好凉爽哦，其实这边蛮多路是泥泞的。对。是有登山好手建议说，就是穿雨鞋会很好走，或者是登山鞋。那再不然，如果真的都没有这种专业装备的话，其实可以穿齿纹深一点点的运动鞋，这样子比较可以穿。那足球那个鞋可以吗？足球那鞋钉鞋 maybe 可以哦，但你可能要问一下专业向导哦。好可怕，不要拍太久。大老爷神木，哇，它是我们十大神木当中排行第四。可是因为每一个排行榜其实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可能大家查到的资料都会不太相同。对，那但是它是十大神木之一哦。而且进来我们这个神木区呢，它是我们第七颗神木，所以请大家前面看到神木的时候，还要继续往前走，才能看到我们这个最厉害、最壮观的大老爷神木哦。这个神木区算是一个圈吧？对，它是一个 O 型。对，所以你大约走半小时，其实算蛮轻松的，就是右边进、左边出，绕个半小时，然后就可以往山下走。哎，你觉得老
那个大老爷神木他摆的姿势是什么姿势？我觉得是有点大力士，就是这样。大力士，所以真的是大老爷，所以大老了还是蛮中用的。这里真的太热情了，又唱歌又跳舞的，心里的悸动还没停下来，眼前就出现倒马吉的活动。哎，可别小看倒马吉哦，这可是泰雅族人欢迎贵宾的重要活动。糯米混合着当地的作物小米，倒着倒着，空气中散发出微微的米香，闻起来好幸福哦。这些都是传承下来的文化，深深地感动着每个人。宾客们笑声不断，被热情所感染。珍贵的文化体验，绝对是这次旅程美好的收获。祖先呢，他是用麻线，这是麻线，要去割挖起来，挖起来就对了。一年才一次。打开世界的门，今天来到镇西堡。早安！我们今天来到镇西堡神木群的登山口。那今天的路程呢，据说来回总共有7公里多，虽然比昨天的司马库斯再短一点点，可是路途上却是比昨天再更困难更险峻一点哦。这不是这个路人甲是范导。我们怎么那么巧，大家碰到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巧，范导今天也是来登我们镇西堡的。对，今天刚好我也是带团来啦。对，那刚好也是来带这个镇西堡。超有缘的。对，我们怕迷路，那有劳范导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我等一下就要跟上了。对，因为听说今天的路上岔路真的很多。那如果观众朋友想要来爬我们镇西堡步道的时候，其实最好还是跟着专业向导走会比较好哦。好，那出发前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好。那个镇西堡，其实就是台湾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名称。那其实很多是从原住民语去翻过来的，像镇西堡，它的泰雅语叫 Sinsbu， 那这个呢，这个意思代表说，这边它是太阳非常就是第一道照亮的地方，然后照亮了这边，然后让作物丰收，猎物很多。那这边的泰雅族就觉得这边是一个物产很丰沛的地方。那有时候就是从这种泰雅语，然后直接翻过来，叫镇西堡。或像侠客罗，乌心石那个意思。对，那整个镇西堡呢，其实就分为大致上分为 A 区跟 B 区。B 区就适合一般，还算适合一般大众。如果是 A 区的话，就真的之前发生过几起山难，因为那边岔路很多，有猎径，然后有通往不同的地方，有可以走到侠客罗，走到大霸尖山，走到武林农场雪山出来的，山况错综复杂，对，非常多的岔路，野兽走的，兽径、猎径那一些，对，所以那你们今天要去哪边？当然是 B 区，不是 A 吗？不是，我们还小，等我们再多锻炼一下，之后再跟着范导一起进去。好，走，我们去 A 区，走。Wow.
好浓郁的芬多精啊。对，台湾的森林就是不一样。来，那我们现在走到这边呢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环境有一点不一样。怎么说？你看下面跟上面，有没有觉得好像是一个 V 型？它是一个 V 型谷。对。哦。那其实我们一般叫这个就叫做溪谷。溪谷。对。可是它没有水。对，没有水，所以这就是我要带你们玩的一个小游戏。游戏。我个人本身很喜欢带一些野外求生的有小情境游戏。好啊，好来，我们就想象我们迷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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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迷路了。这里是哪里？然后呢？现在有一个状况一来了，好渴，我已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都没有喝水，我好渴，怎么办？然后呢？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溪谷。哦，溪谷要找水了，啊！可是我们上面都是干掉的，下面也都是干掉的。好，现在情境游戏来了，这时候我们要找水，请问，要找水的话，就在这边，我们要往上找水的源头，还是往下找水的源头？我选择往上。先思考一下，我要想一下，我要想一下。可是水从高处来啊，就是一般不是山上，然后什么会有融雪，然后会有什么下雨。对，水会从高处往低处流。而且往下走会不会就是死路？好，来，时间到。那我投往上。来，请问你选择源头。对，往上。对，好，来，你选择往上。哎，你们怎么跟着他一起选？可是我觉得水，我觉得水是从高往低呀。好，你们选择，好，来来往上吧，来往上。水，找源头。水在哪里呀？水在哪？他们爬了5个小时，一无所获，一无所获都没有，真的渴死。好，来，当我们今天在一个整个干掉的溪谷，如果这个溪谷已经都没有水了，代表说你在往上也不会有水，因为我们要考虑一个叫相对高度，水的源头会因为枯水季或者是丰水季，它的位置会不一样，所以像如果不叫枯水季的时候，你们站的位置没有源头，那代表源头在下面。哦，那如果上面有水的话呢，它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走到这边可能已经变得很大管了，然后上面还是小小的，了解，冒出来，所以像现在整个干了，代表说最近雨下的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找源头要去取水的话，反而要往下，往下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赶快去喝水吧，来，赶快来来来来来来，不。我不要渴死啊！跟着范导的脚步，我们的道路顺势往下，虾米就真的看到溪水哎，而且水超级清澈，摸起来超级凉爽。稍作休息之后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前面就是 AB 区岔路。对。要做出 AB 选项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是 A 跟 B， 那在我左手边是 A， 右手边是往 B。那 B 的话呢，相对比较平缓好走。那它比较著名的就是像亚当夏娃，就是俗称的男人跟女人神木。男人跟女人神木。对，大概距离就那么近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，当然还有特色，就是国王神木。那国王神木呢，大家可以看看哦，到底是国王神木大，还是司马库斯的大老爷神木比较大？好，因为都非常大，你们可以自己等一下现场比较一下。好，然后说说看，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。在镇西堡神木群当中，绝对要看的是亚当、夏娃，还有国王神木。会叫亚当和夏娃呢，是因为他们有非常特殊的外表。这个应该……哎呀，好害羞哦！
叮叮叮叮，你要接吻吗？哇，这个就是夏娃的。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让它发光。哇！哇 ，Cindy， 我们终于来到国王神木哎。我们这一整区总共有三大神木一定要看，第一个呢就是亚当神木，第二是夏娃神木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国王神木哦。但是国王神木其实它的路程比较遥远一点点，需要比较好的脚力，要爬山涉水。对，所以最好是准备充分，然后有好一点的脚力，然后来到我们国王神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小知识，半岛又出现了，这个时候，那需要帮你捶捶背吗？捶背捶背，我没有脚比较需要，因为沿途跋山涉水，其实脚会有点酸酸的，对，所以要小心，重心放低。好，讲到这个国王神木哦，它其实在台湾有分两种，一个是台湾红块，一个是台湾扁柏。其实现在一般大部分比较不会分红块跟扁柏，那所以呢，你们就记住，通常扁柏比较细长，而且沟壑深，又比较有点黑黑的那种感觉。那红块呢，就是它皮比较薄，然后有点带点红色，然后呢，它通常不是细长，会比较整个这样子长比较粗大，比较宽，对，比较宽大。对，那这大概就是台湾的块木两种，台湾红块跟台湾扁柏这两大的差别。其实这个块木在台湾是非常在整个世界是非常珍贵，只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就是在全世界只有七种块木，然后四个国家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加拿大，一个是日本，最后一个台湾。哇哦！所以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，对，有，对，然后总共加台湾的两种，总共是七种。哦，那大家有兴趣就你们这样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。好，对，这七种，对，非常珍贵稀有。司马库斯与镇西堡途中的景色非常优美，保留非常多原始森林的美貌，走到最后看到高耸入天的巨大神木，哇，真的是非常值得呢。造访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加镇西堡神木群，等你来体验。